我这边收到消息说太子要跟你连麦，他点了连麦，你收到了吗？我的生日，我为什么要跟他连麦？王馨月在看吗？走开！行行行，不要连吗？我跟他，我进去十秒钟，然后我就关掉。西周百姓不同意，你看，没办法，你看，你看，人家不要看他。哎呦，你看，你看，都掉了。你看，人家不要看你，对吧？我得听听大众的意见。你可以晚点直播结束以后，咱俩单独视频。你有什么想对我说的祝福，你可以那个时候跟我说。嗯，他就想对你说一句生日快乐，是吗？对。那我给他十秒钟的时间，不要靠近刘子行，会变得不幸。就是这样。看，那我不让我连，算了，我了。他好可怜啊，感觉我很嫌弃他一样。刘子晴不好，可是王馨月很好。人呢？他是不是不会连麦啊？哦，我看到了。什么鬼？哈喽，生日快乐！哎，说完了是吧？好，挂了啊，挂了、啊。哎，等会儿，我做榜一大哥呢，我今天晚上是。你要做？今晚上一直是榜一大哥呢。刘子晴十一粉头，诚不欺我呀！我很努力的，你知道吗？我一直在刷，你知道吗？你都没有看见吗？我看见了。看见了。你能稍微调一个你帅一点的角度吗？你这，你看。我找找啊。对呀、啊嗯。这样。我想亮一点嘛，想。你有什么？生日快乐！大家没有那么想看你，好像就是你赶紧说完我就赶紧挂了。行，我这。恭祝你福寿天齐，天天开心，好吗？谢谢。好，我走了，我很识趣的走了。哎，我给你着吧几句吧，就是虽然我本人也非常讨厌刘子行，但是我们王馨月弟弟还是挺好的。哎，希望大家也多多支持我们这个弟弟的作品，好吧？是我的师弟啊。对。榜一大哥不是师弟，榜一大哥，今晚我做榜一大哥。啊！谢谢你，真的，谢谢你。好。啊。我走了，生日快乐。拜拜。接着聊，拜拜。拜拜。脸好油啊，能不能擦擦汗？哈哈哈哈哈。这个怎么退啊？这个怎么结束？你来取消吧。你来。等会儿，我对，重新锁拆掉了。你不会关是吗？哎，好，我找了，拜拜，我再说拜拜。谢谢大家喜欢周人如故，大家喜欢刘子行，拜拜。谢谢大家喜欢白鹿、白梦岩，拜拜。说完了。啊，太搞笑了。他其实是个很有意思的人，对，我今天一会儿问一下他那个同心锁在哪挂的，我要去拆掉。就在欢乐谷。欢乐谷。嗯。具体在哪个方位？因为可能有很多人挂了。对不起啊，我再压个油，有点热，因为。啊，不是欢乐谷，有人说不是欢乐谷，那是哪儿啊？我要去连夜把它拆掉。好。